大家好，我是桃子。大家好，我是萝卜西蜂蜜。大家好，我是桃子。今天是个好日子。啥好日子？今天那个四川朋友邀请我们去他家里做客，吃杀猪饭。哇，今年杀那么早呀？哎，因为我们每年来的这个时候，快要走的时候，他们就会杀猪。嗯。就是，请一下我们嘛。嗯，这个叫满满满的啊，四月份就盼那四月份的猪杀嘛。期待吧，期待是个好日子吧。嗯，好日子。那我们朋友那么客气，我们去人家也给人家带点礼物呗。那必须的。啊，那走走。哎，我见你朋友那个他爸爸特别喜欢喝白酒，要不要我们搞一瓶呗？可以。嗯，这个我看差不多。我们拿个这个吧，看这个挺好的。五粮坊是吧？嗯，可以，你看好就行。啊、嗯，小心点。那一上来吧。嗯。那么你先来上这个吧。哎，这个也看着挺好，挺大气的。微信收款513元。好了，到朋友家了，还是蛮远的，开车开了有30-40分钟。来市场也不容易，来朋友家也不容易呀。哇，好巧，你们也来了。啊，桃子，你怎么买这么多东西不给兄弟？快点，里面坐，里面坐。这是你们的。阿姨好，阿姨好，阿姨好，阿姨好。哇，对呀，给你拿瓶酒，知道你爱喝酒。哎呀，这个我也不知道几斤。他们这边做的不一样，就是做那个腊肉人吧，用烟熏着吃，那个好吃。让姐姐等一下尝一下。行。啊，带姐姐可以在这边转一下，看一下，环境各方面还是蛮漂亮的。嗯。走，带我姐姐去看一下他们家养的猪，还有那个鸡。呀，叫养四羊，养两四羊，不过四羊了。那啊，没那么。你走了跟他们去弄把米。哎，我不能这么哎。哇，这么多。走，我看。哦，咦，那么多，一大坨。有鸡，有果菇啊。还是他们这边好，舒服啊，住的相信也舒服。对，你走走路那会，哦，那个灯灯，你等嘛，转起来嘛，看转起来没？看到啥都好吃，看到啥都想吃。哈哈哈哈哈。公路一看嘛，那 view 啊，欧巴，真爽 ，view 很不一样。不一样，那得去哦，古呢，那得去古呢，得。แบบว่าอมอันมุกจังตาเสียงสัวว่าไอ้นี่ป่านี้ฟังใจสิงลีใจสิงลี永远有个你我不会了这首歌我要送给你好吧这一盆是你的行、
家里孩子不老金吧。好，去吃吧，去吃吧。把姐姐照顾好啊。好。我坐下了。哦，那早就这样。你们这贵点，两三个。老满那么剩了，都给。要我们这个放的多一点。来，吃点啥呀？新年快乐，还比新年早呢。大哥们吃点啥呀？好，吃点啥呀？阿姨。越来越年轻，越来越好，越来越漂亮，身体健康，身体健康。当然不吃了，不吃了。我们四个人嘛，吃肉，每个人吃。哦，对。对，香肠还是我就是好吃的。吃饱了没有？吃饱了。姐姐吃饱了吗？饱了。哎呀，饱了。好了，吃了帮忙把那个摊子收拾一下。笑宝吃饱了。肯定吃饱了呀。这么大一盆。啊，改天再来玩。下次了就好。开心的一天马上就结束了啊，在朋友家吃了一下，玩了一下，已经到下午五六点了。是的。那我们就收拾一下回家。回家。嗯，好。